感觉你得会拿鱼板出来卖。我觉得他头发很卷，因为他的手套真的太经典了。对，他是我卸妆录一个影片，给空相机卸妆。哎，你知道上次怎么念的？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很没水准，很像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，这个鸡翅，这是我家附近最好吃的鸡翅。韩国大吗？对，西班牙。今天的司机依然是我们的暖男安瑟，还有玉成，圆圆安生。玉成今天状态很好哎、欸，好看吗？还好。好，谢谢。姜姜姜姜，不要看。安生犹豫了。他刚刚在姜。而且我们今天算是小贵妇团的小旅。哎、欸，对耶，都是贵妇团的耶、欸。我们这一车刚好带那个胸针。哎We are come from Korea. 有需要拿起来再录一下。觉得太好看了。We are come from Korea, Ajumma. Ajumma.我讲话嘴巴会动，我们现在都是很大弧度的讲话，因为文化口罩会拖的。对对，现在好紧张。我们最优秀的还是安生，安生新好男人。对，他厉害，已经采购了。没错，小资族，你看特价六折，没有人在意，不用帮这边打广告。然后特价，不要吵，该买。我说安生很适合携带出门，真的很适合在一起。So put your trust in me. We'll work it out, you'll see. If we get in a car and drive someplace far, yeah, we could go for a ride. 郭玉成靠北，他问嘉文重不重，嘉文说不重啊，我自己拿就可以。他说，那你帮我拿，要不然这袋也给他拿。他想说他不会觉得重啊。就帮忙一下，真靠呀！哦，真的很厉害。到底是哪部分让你一直这边感叹？技巧啊，塞东西的技巧。塞东西，我才发现也蛮色的。天哪，这边真的太漂亮了，大家。因为怕我们待上去就没有夕阳可以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绝绝子的天气。我们到了，来到东大门，这边有在摆地摊的阿祖。对，但我们今天不会认真录影，我只想说，如果晚上有好笑的事，再拼接给你们看。会有什么好笑的事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有人喝醉是不是。对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出其不意，所以我才先录这影片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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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见习完美全全，谁不知道这是小屋？你超丑！哎、欸，怎么会？我们从台北开车，现在沦为工具人的一天。没有，因为天快黑了，我们来不及了。小吴娱乐直接请四个助理。不好意思啦，不是我们嘉宾哎、欸。他们很勾引，他们给我们超大一层，真的很漂亮。蛋糕，对啊，是他蛋糕，来来来，那个是狗吃的，你可以里面来吃蛋糕时间。好。你好像什么科技宅男？你说这个非空拍界人士？哎、欸，但你有看王嘉文很像什么吗？你看一下王，哎、欸，你看一下王嘉文。阿朱曼。对，我要看你这张。韩国到路边会卖鱼板的大叔。发型吧。安生居然把那个珍珠 KTV 带过来了，超屌。我要帮忙吗？要？不用吗？你只要帮忙环抱他、啊，
这样比较好切吗？吃豆腐吃到底耶，不是你要小心嘛。啊，我好冷啊，这个天气。还好我们今天睡一觉。哎，等下安生晚上连夜开车回台北。哎，那我就跟他回去。在干嘛？你在游走。都不会这样。王嘉文到底多King啊？这碗已经破成这样了，你这小织女，贵妇团要驱逐你。真的？贵妇团怎么可以这样？我要爱马仕的碗。玉成说他会跳 BTS 的歌。有啊，加油！加油！阿米会生气，阿米超生气的，十三响，阿米已经在检举的路上了，阿米按下去了，阿米要检举就检举他 IG， 不要乱跳，开玩笑的啦，我不会跳哦。The sky is gray or blue. No, I don't care, cause I am on my way up, and I won't stop, I won't slow down. Steady, I'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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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天这么安静，所有的云都跑到我这里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，喜欢说了太多就沉沉不了，当作我最后才明白，我唱爱奶，我唱了。牵着你的手，有找不睡的觉，你的声音这么近，我却抱不到。没有地球，太阳还是会绕，会绕。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，应该我谁还把你当小孩？预备，三二一，天空最低价
我合同啦。完全一脸不屑，是不是？你先回帐篷。等一下，我先休息一局。休息一局这句话很难讲，我先休息一局。真简单，没有这么难。你帮我导航，干是没有手。你真的是，你这个跟住在高雄有什么两样？白痴，你还没假装很热情来我家接我。我真的开到傻眼，一条血往新庄，一条血往桃园。对啊，我想说到底是要我家离桃园很近，还是要往新庄？口罩断了，无语。脸太大了，我还没戴嘞。疫情都没见面。对啊，只在直播上面吵架。对啊。你有人追你吗？你呀、啊。除了我以外，我想了解一下敌情啊。这一集会变成你的一集自己的 vlog 吗？不会，因为才去一个地方而已。如果出去一整天就会。从你家到市区快一个小时、欸，哎，是不是？我不想出门，就是这样啊。然后头很痛。干嘛不搬去市区？啊，我跟家里人住啊。因为我不独立一点嘞、欸。你花钱给我租啊？家真是有够远。还想来接我吗？OK 啊，哎，痘痘怎么那么明显？对，你要长得不明显。有痘，人都会长痘痘。怎么样？我长的痘痘什么？就很明显啊。我是贴痘痘贴。OK。我想拍那种 Q&A 的节目。拍啊！你问 Q&A 一定超好笑的。你 Q 我，我 A 你。然后他都很没水准的。我不会没水准，我们可以聊点深度的，就好像我刚刚劝你好好的工作一样。超烦，不要劝我工作，我要快乐。快乐快乐，你还是要对你的人生就是有一些更积极的作为啊。有没有？我现在很积极啊。就积极睡觉，睡到下午。那里啦。大背光这样，你看他就是这样玩他的手机，不然我们出来干嘛？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出门的时候就这么冷漠，也没有要讲话。没有，主要是太熟了，已经熟到已经不能再更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来这个地方就是仙境，真的超漂亮，在阳明山这边吧。你应该去站在那里有办法拍一个，可我上次已经拍过了。
昨天吃过饭，今天还吃吗？你个闭嘴！你给我拍戏啊！抱歉抱歉。肉酱面。耶、yeah, ！肉酱面。是啊。很久没有人盯着我吃饭了，我真的好烦哦。怎样？一条肿肿的，我只要一累就会跑出来。泪沟。对啊。你该检讨啊，喝上下去哦。可以。那怎么喝酒？不是喝酒啊，年纪到了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是时候找个阿姨了。我在拍戏啊，你们找啥小阿姨？哎、欸，阿汉的皮肤看起来很好，很俊俏又年轻。不能自己讲自己俊俏，为什么？在那边理直气壮，睡过头就睡过头。刚刚的云不见了，你看。没有啊，在那里要分开啊。那你分太小了吧？对啊，不好啊，跟我们直播的时候一样啊，吵架。吃饱了闪人，说再见。拜拜。